继续来看南投县政府为着要来落实垃圾分类，达到垃圾减量，将要加强社区甲公务大楼甲垃圾破地检查的工作，希望民众会当配合做好着垃圾的分类。南投县每天收运要230吨垃圾，所以只一半有法度外运处理，已经累积不少的垃圾量。之前草屯镇的垃圾也是县府的环保局经过很多次的招标，增加处理费用才有厂商愿意接，所以自源头来减少垃圾量是县府这次要加强的重点。如果加强做自收的工作，然后也加强在二次的分类，做二次的分选，好，那我们希望的，也希望他在加强破袋的工作。县府的环保局讲，垃圾运到别的县市的焚化炉处理，若是发现垃圾当中回收物超过一定的比例，就会封闭绝处理，要求运回去，让已经起价垃圾处理费负担更大。所以今年会特别加强执行社区和大楼顶顶垃圾破地的检查，好民众要做好垃圾的分类。能够用透明的，就白色的，让它能够辨识。或者他如果要求你破袋，真的就很对不起，就是我们也不愿意造成你的困扰。公务环保局提醒民众要把垃圾分好，若是稽查人员破袋检查了后，发现垃圾袋有含有资源回收物或者是粪，会要求在现场分好。违规状况若真严重，会退文，希望民众拢会当来配合。